好，我们现在要挑战就是无限的力量，无限的暴击。不演了，不演了，我们不需要输出，我们就直接乱打伤害了，直接灌，带交换礼装。よっしゃ、いいだろう、いいだろう、落ちろ。6300。哦，5万，差5万。哎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真的有可能吧？哇！哎，有机会！哇，这个真的，这个有机会，这个可以耶，这太夸张，好爽啊！真的，这个有机会，这个有机会，这把也不知道稳啊，可是看起来真的，这个有机会，这个真的看起来是有机会的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该不会啊？ルールブレイカー！哎，打凯撒，打凯撒，凯撒，凯撒啦！不要打那个凯撒，你要攻击目标是……干，没有打凯撒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干凯撒！干！凯撒这发宝具要是放出去才有机会。就跟你们说打凯撒了齁，在里面不打胖子。哎，各位观众，这个真的完全可以耶！凯撒刚哇干，刚才要宝具要是打。普攻打个凯撒，我就直接赢了。不要打凯撒，不要打凯撒，现在不可以打凯撒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其他人都可以，就是凯撒不行。不打凯撒，不打凯撒，不行，凯撒以外都可以。不要，不要凯撒，凯撒就是不行。现在就是不能打凯撒的时候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。难躲，莎士比亚也是可以啊，可是莎士比亚要挣得出来才有啊，挣不出来的话，莎士比亚就没有用啊。莎士比亚的重点是要被震出来啊！好啦好啦，都可以啦，都好啦，反正凯撒也放不了宝具。我是比较担心莎士比亚没办法被震出来啊。哎，你这样讲也是对哦。没有，不用用定咒啊，用五星礼装就好啦，五星礼装随便过啊，两个都带宝石龙直接炸啊！大海啊，一起喊阿拉花瓜，阿拉花瓜，来吧，两只大英雄召唤啊！沙小完全没有饭吃啊，这个完全没有半只大英雄啊，没有半只，没有半只就敢来拼了啊！我们用我们的 AP 赌博了，至少要留一只给我吧。聊天室的各位，把阿拉花瓜的力量借给我，我们一直洗到出阿拉花瓜为止。来，聊天室的各位。一起默念阿拉花瓜，阿拉花瓜，这是阿拉花瓜，我们就要靠阿拉花瓜的力量了。阿拉花瓜，
拜托阿拉花瓜，俺たちのヒーロー、阿拉修。聊天小号的没办法，小号真的涂不满。聊天室，阿拉花瓜，大英雄，坐一下，出来吧。靠北啊！这是谁啊？越来越惨嘞，越来越惨！靠北，你看我要直接退了，太惨了啦！怎么跟刚才一模一样啊？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没有在跟你演戏，完全一模一样。你看这个真的超智障，这个好智障哦，完全一模一样，真是真太智障了。干，他两次骰出来都一样，没有不一样过，现在戴的礼装是那个啊，那个攻击力不是攻击加倍，就是保具威力增加，把它放后排。好啦，这个再不行，下一次再试一次放后排好不好？yes， 这个不错，这个算是还不错了。虽然我们没办法用黑胡子叠伤害了，可是这样算可以了，这样有机会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就是你知道西妈，就是多捅几次啊！西妈能捅几次就捅几次，捅着这边不要不要的。先捅再说，可是 buff 少一半，没关系，有别的打法，我们不一定，就是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 buff 再猛一点啊，不怕不怕，等一下就靠我啊！不用怕，现在重点就是把 NP 挤满，把两只大英雄的 NP 都挤满就对了。刚才忘记开防御，有点糟糕，应该是不会死啊。大英雄是不会死的，各位，大英雄是不会死的，不用担心。这样子 NP 就都挤满了。还没有，快满了，快满了。对，收集，现在也要顺便收集 C 妈的，因为 C 妈来叠伤害，靠 C 妈。Oh god shit， 完了，这个 C 妈没办法帮忙叠伤害，这不行啊！下一回合拜托 C 妈，现在靠 C 妈 ，C 妈一定要 ，C 妈要顺便把他的伤害叠满才可以。C 妈希望三张蓝卡 ，C 妈来 ，C 妈，啊，没有机会了，好吧，没有，真的是没有机会了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没有机会了，西妈没有机会了，西妈真的完全没办法，西妈只能在旁边等死了，你就只能，这时候就是把机会传承到后面了。大英雄，放到最后一个，这样等一下还有机会，如果可以撑十回合的话。撑得了十回合的话啦，我是说如果可以撑的话，没关系啊，至少这只大英雄可以有一半以上的伤害。然后，黑胡子跟西妈收集 NP， 四万，看到没？这样也可以打四万多，有机会。我没有错。嘣嘣嘣嘣嘣！不要杀西妈 ！Oh shit！ 在那边杀西妈，杀西妈不眨眼呢。
ロミオの人。いざ。いいでしょう。任せ。なるほど。パッパー。使用苦労。手足は邪魔だ。見にくいな。へいへい、ピッチャービビってる。へいへい、あのピッチャービビってる。いざ。ロミオの人。承知、お任せ、承知。希望不要杀了，希望不要这么快就杀了那个。希望他可以不要杀黑胡子，真的不要杀黑胡子就好。有三分之一二的几率不要打到黑胡子身上，拜托不要黑胡子。两只无敌给你打，两只无敌给你打，不要打黑胡子，拜托黑胡子不行，黑胡子以外都可以，黑胡子以外随便你杀，黑胡子以外随便你杀。黑胡子不要，黑胡子不行，黑胡子不行，不要杀黑胡子，拜托不要杀黑胡子。Yes, yes， 干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叫做《赌博默示录》？我现在完全就是开司啊，我就是开司，我就是开司啊！各位有没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《赌博默示录》？我现在就是开司的状态，给我一罐啤酒，各位，各位，我需要一罐啤酒。啊，好，现在黑胡子没有死，那么黑胡子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宝具放出去，放出去就对了，现在就要放了。给蓝风茶一罐啤酒。现在靠的就是，靠的就是啤酒的力量，我们现在靠的就是啤酒的力量。现在黑胡子去死 ，yes！ 各位观众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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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场游戏的胜利就在这里。伊玛 ，Coco 尼，啊靠北，别忘记了，干，看我忘记，啊！干，不是。我忘记黑水啊！啊，这个黑水，哎、欸，我操！干这个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差点就赢了。这个真的是，哎、欸，干就这个黑水啊！干这个黑水哦，黑水，这个黑水，黑水，如果没有这个黑水就赢了。这个黑水真的太鸡巴毛了。干！哇！好啦，这个组合真的是可以啊，可是就是临门一脚啊，真的是就是差一点点，就是差这么一点点，再一点点，再多一点点，再多一点点就可以赢了。来吧，希望前排一开始就是阿拉花瓜，两只一次两只，刷一波阿拉花瓜，靠阿拉花瓜了，真的，没有不行，换其他都不好，就是要两只大英雄在前面最稳了、啊，其他的就是看其他都是拼啊，哦哦哦哦，来了来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。这机会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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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妹不算，学妹不算，因为她金卡。来了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终于啊，我们期盼已久的，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机会，啊，这个机会要好好把握啊，说不定只有这么一次啊。各位。
希望可以一起见证这个奇迹的一刻啊。NP 也不用收集到全满，只要收集到大概一只80，另外一只100就好了。因为等一下一只80可以用那个补的，等一下直接叫后排上来补血，补把 NP 全部补满就可以。第二个直接叫，对啊对啊，可以直接叫补 NP 上来。暴击摆后面，如果暴就爽了。台主快闭嘴，不要再说了，老天爷会打脸。OK OK， 只要再把一只挤满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再打一下，不是打他啦。好，哎、欸，不够哎、欸，还是不够挤满哎。那这种情况就是要先暂停一只，不然打的伤害太高了，会受不了。然后三回合这个先开，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伤害掉。还是要先打，因为也收不满啊。那个另外两只绝对收不满，因为都是红卡，只能看他可不可以打三个脸，打其中一只，把其中一只打满了、啊，打满一只，拜托，打满一只，不是打他啦！完了完了，这个机会，哇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哦，不是吧？不给机会、欸，真的是不给机会。他一定会把凯撒打死啊！凯撒被打死就输了，他打凯撒死了就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了呢。哎哎哎！各位观众，干！お前は間違っちゃいない。这不给机会、欸，一开始他说输了输了，所以怎样？以后来蓝风茶来我的频道都要讲啊，输了啦，这一定输啦，输了输了输了，各位观众稳了翻，什么？这就是你直播翻车的原因。我看不太懂啊，为什么要我不是想直播翻车哈，我当然是想直播过关啦、啊，谁想直播翻车啊？真是，我当然很想过关啦、啊，我绝对是比聊天室的各位更想过这一关啊，可是我过不了，这才是让我最伤心难过的地方。好，换个女装看看，反正 NP 都收不满了嘛，干脆。狠下心，这个就算了，我自己的宝具威力15%，变成宝具威力20%，看看。六の力。さよなら。俺の勝利だな。これは今は。哎，不行，不可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说出那个字。哎，不可以说出那个字，不可以说出那个字啊！说出那个字就要输啦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千万不可以说出那个字啊，各位。那个字不可以说，那个字不可以说。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。啊，这个状况不可以说出来哦，拜托各位不要说，千万不要说出来啊！怎么不行？不可以，不可以说出来，不可以说这么明显。
这下你马卡萨里，不可以说，不可以说，输了，输了，这个怎么看都会输啊！不可以说出来，不可以说出来，这个再翻，我就要去吃宵夜了，太气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点悲剧。哎、欸，还好还好。有点失败，我不小心触发了黑胡子的宝具了。因为触发黑胡子宝具会导致那只牛肉不会，它不会，它不攻击啦，那只牛肉不攻击啦，那只牛肉满 NP 啊！完了完了完了啊！哇、啊！那只牛肉，我没有手段可以挡住那只牛肉啊！不是吧？有没有暂停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还有个暂停，时间停止器，太棒啦！太棒啦！还有时间停止器，太好啦！啊，先打后面这只，后面这只说不定等一下就放回避，他放回避我就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就算他放我屁，我也打不死他。好，不打他。OK， 现在要拼的就是牛肉丸的宝具。牛肉丸宝具如果可以回满，牛肉丸宝具回满就有机会了。啊，会输，还是会输，会有机会会输，差一点点。啊，还是放。任せな。よっしゃ、行くぜ。悲劇を送ろう。政略。殺して死んぜ。拜托不要，不要打在不该打的。目障りですね。もちろん。弾の裏発動だ。啊，没死，没死，还好。没死，没死。Yes, yes, yes。嘎，这一定过啊啊啊，过了。过了，各位观众，过了，终于，我的，这是我的胜利，这是大家的胜利，终于啊，我们要欣赏这最后的一刻，啊，终于，啊，卡大中，啊，我刚才会不会叫太大声？等一下我家人来骂我，不小心，干，这一定赢，这我一定赢，帅。太帅！哎、欸，等下、啊，日本人也在刷六跟刷七啊！过了过了过了，好爽啊！太感动了！哎、欸，不到十分钟哎、欸，这不到十分钟的胜利，这不到十分钟的胜利，没有老马，没有老马。これで勝ったと思ったか。最后一发，还是大英雄啊 ！Stella。终于打过了，亚大洲，又，终于，太爽了！哎，今天真的太开心了，终于过，今天打了一整天，我这关打了一整天啊，真的是整整打了一整天啊！我的脑袋已经烧干了，已经打不下去了。就为了这几个该死的黑粉，就为了这两个黑粉，我打了一整天。妈的，看了六个小时，当然是有录影啊！这个没录影，我就跪在地上哭啦。